开始放票，我想先等一会儿，然后没想到等一会儿就出事儿了。每一天我都在求票，然后每一天都求不了。以前应该没有人这么多吧，然后我们是三四点的时候过来的，因为想早一点来，想早点见到他们。祝你的病知名度越来越高。Welcome to China.